我叫江寒，白天我是下人康复科独一无二的男护士。江寒，赵妈，小江，江寒整天不务正业，但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有个音乐梦，直到有一天。别给我惹麻烦了，护士长，糖是我给的，你要罚就罚我，一起去比赛，去拿冠军，当大明星。当时的我还没意识到，这个女孩会给我的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风有点大，你冷不冷？拜托，30多啊，两位。江寒，我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夏天，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你。我是胆小鬼，我没有才华，我一无是处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个骗子！你放心，夏天和康复科我都会保护好的。夏天小姐，你能继续拯救我的人生吗？